我们今天来找志明，然后再跟他超 Q 的，他叫什么？小花，小花，没取名啊，还没想完，这是暂时的名字。你猫在跟他玩，他忘记刚刚在做什么事。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有点累了，累了，有点累了，刚睡醒。哇！哎，解开了吗？解开了。他吓到了。哇，有有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哎，很厉害。不要顺便玩了。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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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全，哎呦呦。哇，超 Q 的！对，哦，他知道回去了。他有时候剪一剪，顺便自己玩。他不剪啊，剪给你了。你看，这里，这里，你真的是要剪给我的吗？再一次来。哎，真的。他需要再快一点，然后更长一点距离。嗯。可是他哦，啊，他会剪回来吗？剪回去。不要。哦，超酷！所以志明他也是领养的，还是？那是我自己捡到的，从小。哦，我好像有好几只，我听你讲。其他只送走。送走，所以是从小开始。算是从。哎，回来了，来给我。没有到。他给我。来给我。他给你。他根本想要自己带回去。来来来，我让他去那边玩他们。来，那边啊，打到了，没关系，他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来，哎，但是有点腻了，我觉得他好像对，哦，好棒，好厉害，那这很厉害哎，小花，哦。哦哦，他身手有超好。这里这里，他记得。那你要跟你回应他。小花很棒，你很棒哦。很棒哦，接他球。很棒，来来再来一次，来对。看到。我撞到。来，小花来，小花来。嗨。哇，聪明聪明。冲啊！这次有成功，这次没有撞到。他真的很聪明耶，我觉得。他身手也好好哦，他刚才那个。他不玩了。他觉得累了，把他叼走。之前我们四只小猫，他体力最好。体力最好。其他男生就是玩一玩就累了，说他又还不累。为什么要留女生送？你是把男生送？男生比较容易吵架，长大之后比较容易跟。他累了，不好玩了，哇，超 Q 的，嗨，小花，对，但他们自己有时候自己也会玩，就还好。我们好像也是每天都跟小孩玩，消耗体力，像小孩一样。对，跟小孩一样。然后我们家里都想说，要带他们去哪里都说，要去哪里，要去哪里。猫不用啊，猫不用。猫至少跟家里。对，猫不用。他还年轻哦，他应该是最小的。对，他很小。他多大？他很像模特哎，手上吊糖。他们生日是11月嘛，对不对？十一月。去年十一月才生的。好 Q。半年而已，对吧？半年不到。嗨。所以要动得很快，他才会有兴趣。没有，他要那个，我告诉你。他们不喜欢忽隐忽忽隐忽现的感觉。哦，要接受这样子，这样就不行了。你在他面前。你看，一直看不到，就是一直看不到。那他看一下又不见，消失，他不能忍受这些东西在他面前消失。对，我会了，学起来。很开心。你小心不要被他抓到，他现在只是这样该剪。
因为那边好可爱。你还没找到那个桥门。对啊。他真的很不行，他手长脚长，他很像模特，我觉得。他还小，还没长肉。好可爱。他还小，还没长大。等你长肉。哦，你找到诀窍了。啊，跑上去了。不是，他们现在一直讲这些没有用，他讲这个，他要对中国做什么？就是也没什么好。这些的，让他们放去。他刚看我感觉就是你在哈喽。今天来知名的，应该不是知名的新家，是猫咪们的新家。然后这个拿了一个我上次开箱的，可是我都没有说要送给谁啦，只是因为我们、啊、你开箱过的，我没有开箱过，就是我是说你有开箱了，也没有，就是我从淘宝的那个袋子里面拿出来、哦、啊，没有开箱过。是买的吗？是你们的买的？我们就是买淘宝的时候，它不是都有一个袋子吗？麻布袋装起来，打开来没有打开过，就是只是把它从那个袋子拿出来、哦、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用，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一直想买，可是我们就是我老婆一直念说要买买看，买买看，可是我们又没有宠物。买要喂悠悠。对，然后我们好，不是我们之前很想买，然后我老婆就好不容易找到机会，然后就说哇这样子，对啊，我这又不大，对，这没有，这是全新的啦，只是说我那时候拿一个麻布袋，拆里面很多东西一起转运来台湾的，对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。好像一个是喂水的吧，一个喂水，一个是喂。对，你有用过这个自动喂食的吗？有，之前有看过。不好用还是？不是不好用，因为我们这边会，我之前后来没有用，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单一只猫啊。但是说它单一只猫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是比较是。你谁吃的不知道啊？我懂你的意思，對對對對，就是，可是你们现在要分配食物，就对，要盯着它。现在其实都给他们，尽量都给他们吃。对啊，反正他肚子饿就会抢比较快。對對對對對對，所以他应该是定时。他我不知道他有那个记录的那个功能，因为有一些他好像会有出，他会知道是哪只猫吃了这样子。不确定对不对？对，哇，做大一下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去接小孩了，现在三点，对，等一下差不多要准备了，对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趁小孩不在的时候赶快出来玩，我们4:10要到学校，所以然后差不多要到墓葬，小孩可能待会看到这里面就会崩溃，对，他说你们两个吼，你们两个怎么会跑去，会崩溃，而且等一下也要他拍一张照，然后说我后面有鬼叫，他们很爱看，真的哦，我女儿跟我儿子很爱看，我是分不出来，因为我比较没有看。有脸盲。嗨。小朋友都会有固定他们一定会看的频道。嗯，对。然后其实像阿玛，就是小朋友都已经几乎都会超多了。就是我那个堂就是子女哦，什么真的哦，真的超级爱看。我其实一开始不太懂。哪有，小朋友很爱看，超疗愈，几乎对啊，我们那个子女什么真的几乎都比较喜欢看，还会看哪些？皇室兄弟吧，你会看？对，国小这个族群几乎都是弟妹，还有谁？弟妹也会，可是、哦、他们偶尔会看老高、哦，不要看这样哦，真的，他们有时候早上送他们去上学，他们很我儿子很喜欢听那怪力乱神，对对，所以。对，有时候会听老高，所以还说
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时候啊，就是也是有疫情爆发，然后雷曼兄弟怎么样，就忽然就在讲这个事情。因为老高讲的。不是因为我看老高影片啊，他怎么样？哇塞！真的现在range很宽哦，什么什么？会看健身的吗？健身的不会啦，健身的不会，健身的没有。欸、他最想跟你玩，你看他最年轻了，我已经小花最年轻，抓到诀窍，对啊，他要躲起来那种，我已经变豆花棒仙女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，他抓不到你了，对，你抓到诀窍了，他喜欢若隐若现，还是闯不动呀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离开了，跟你毛哥这边，拜拜，拜拜。